菲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，纯属造谣，近一个时期，菲方多次散布谣言，蓄意抹黑中方，试图误导国际社会，这种行径是徒劳的。我们敦促菲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，直面事实，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商、妥处涉海分歧的正轨。